从帝国以来就不会再害怕回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。一味的单纯跟鲁莽的话，我觉得是其实是不太合适的。善良跟复杂其实它不是反义词。你明天还跳吗？跳，明后大后天都得跳。都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。